小叔，总算回来了。我父亲常常惦记着你，吩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可你这腿还是没治好。他是谁？哈，忘了介绍了。小叔，这是我妻子，宋玉儿。他长得很像一个人。谁？一个骗了我的女人。4年前我和她私奔的路上，她抛弃了我，毁了我这双腿。少帅，这是干嘛？这可是陈局的手。这怎么有事啊？现在是我的场，走。那个姓郑的军官已经死了。不错，和约定的时间一分不差。那吴先生，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家的事儿？玉农，今天刚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，我们必须马上完成的。什么任务？看看这个人。秦克文，我刚刚见过。别伤及无辜，把人放了，我给你留个体面。姓秦的，别把我逼急了。给你3秒的时间，一、二、三。少帅，郑军官不是装的，他中毒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刚在赌场，他险些破坏了我的计划。不过我们交错而过，应该没有看清楚我的长相。那就好。不久前，秦将军遇刺，重伤入院。秦少帅追查到是一个他父亲的手下，
被日本人收买了，出卖了他父亲的行踪。日本人觉得他是一个来替父求饶的软骨头，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随意欺负。快点快点，跪下去，快点对他。这有好戏看了。哎，看他跪下。吃啊，喝。可没想到秦鹤没杀了他，替重伤的父亲报了仇。言归正传，秦家有一张残缺的地图，不知道藏在哪里。你这次的任务就是拿到这张地图。放心，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只要你好好完成这次的任务，关于你家的事我会告诉你的。那吴先生，你可要信守承诺。那这一次我是什么身份啊？少帅，出大事了，有人给将军送了个女人。荒唐，我父亲人在医院，送人来干什么？赶紧送走。人已经送到家了，赖着不肯走。那就赶走。可是他……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。真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帅啊，可惜为了我的杀父之仇，也只能对不起你了。进来。听说少帅要赶我走，是又如何？不如何，我就是想问问，做儿子的凭什么赶走老子的女人？凭他不在这个家，所有事情我说了算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搞定了你，我就能留下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把衣服穿上。你会开枪吗？说不定我是个神枪手呢。连保险栓都不会打开。是，我不会开枪，大字也不识几个，
只不过脸蛋长得还不错，够狐媚不要脸，才被人当礼物送到秦家。不过这样你就更不能送我走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比如拿枪指着我。不不不，少帅，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把我留下来，要么开枪打死你。不过我贱命一条，没有人会因为我这样的女人而跟位高权重的你过不去。如果我说我还有第三个选择，礼貌地将你请出去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想让我离开，那我就穿成这样走出你们家的大门，走遍全秦城的报社，跟记者讲一个精彩的故事。秦将军的儿子和他爹女人的故事。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？少帅，你开枪的本事跟我也半斤八两了。没想到你还会西洋乐器。总要学点才艺啊，不然怎么讨恩客欢心呢？你大少爷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这种狐狸精，但假如有的选，谁不想做一个金枝玉叶的大小姐呢？所以就只能借酒消愁咯。红酒不是你这么喝的。那你教教我。
怎么是你？少帅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昨天晚上明明是你喝多了，硬拉着我不让我走的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少帅这么大惊小怪的，该不会是第一次吧？滚出去！看来秦少帅喜欢陈秦的。柯文，柯文，你已经拒绝我三次了，这次你必须拿着。我说过，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不需要人跟着，我也不需要什么厨娘。那我不做你的厨娘了，我做你的秘书。你又不识字。是，我不识字，但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。你知道那种心里时时刻刻挂念一个人的感觉吗？我想要永远在他身边，即便为了他死我也愿意。你现在回家等我，听话回去。小心！一诺，柯文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医生，江副官，快叫医生！是。我身上好疼。你会没事的。你能不能亲我一下？玉农，玉农，对不起。少帅，将军伤好了，让你赶紧去医院接他。少帅，你说将军他会不会？没事的，你相信我。我害怕，你抱我一下好吗？
等我回来。钥匙终于到手，不枉我和吴先生里应外合挨上这一刀。秦将军就要回来了，我必须马上拿到那份地图，然后撤离。残缺的地图，就是它了。残缺的地图，就是它了。秦客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柯文，你不是去接你父亲了吗？怎么？哎，你干嘛？我伤还没好呢。老头子说了，回到秦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你。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的事儿了。他绝不允许秦府发生这种丑闻。那你是要送我走，还是要送我去灭口？送你走，温玉弄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有怎么样的过去，我不允许你死。可是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是他亲儿子，就算他在气头上，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我不走。我爱你。温玉农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。我先送你去南京，等老头子气消了，我再接你回来。我们结婚。你要娶我？你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你吗？我不在乎。玉农，你的过去我无法参与，也无法改变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秦克文一定会保护你。克文，我们一起走吧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走。温玉农，你真的要就此放下仇恨吗？
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去看看秦可文。我费尽千辛万苦把你从车祸现场救回来，就是为了让你顺利脱身，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他的伤怎么样了？并无性命之忧，不过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他恨透了你。吴先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车祸现场？你还在怀疑我？我们的任务是窃取地图，不是和秦将军结下什么深仇大恨。车祸之事另有真凶。温雨农，我提醒你注意身份，不要对目标人物产生感情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愧疚。你最好只是愧疚，别忘了你是为了什么活到今天的。我当然不会忘温家的灭门之仇，我一刻都没忘记过。你记得就好，风花雪月，情情爱爱，这些东西只会消磨你的意志，让你这把刀不再锋利。你如果还想报仇，就忘了他。爸，你流了好多血。玉农，我走不了了。拿上这块玉佩，赶紧走。记住，一定要把它安全地交给张将军。爸，我不走，我要替您报仇。啊，去找你的未婚夫秦博阳。爸爸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啊，报仇的事不是你一个女儿家能够掺和得了的。昨天听说你家里出事了，我赶紧带人过去，结果只来得及救下你。是谁杀了我父亲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应该是因为那块玉吧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呀。玉呢？我正要问你。我父亲把玉交给我，我带着他逃跑。玉应该掉在那附近了。我已经派人搜查过那附近了，没有找到玉佩。我父亲临走之前，他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把玉佩上交给张将军，可我却把他弄丢了。父亲，我对不起你。事已至此，玉农啊，
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吴先生，我的亲人们皆为玉佩而死，即便我死了，我也无颜面对我的父亲。吴先生，就算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算我求您，您收留我吧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葬火殓火我都可以做，我要为我的父亲报仇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见你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见爹。那你还要跟我干？是。玉农，快起来。我们齐心协力找出真凶，找到玉佩，为你的父亲报仇。我一定会好好训练，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谍报人员，一个黑暗中英雄。父亲，玉佩我会找回来的，温家的仇我也一定会报，为了他我可以放弃所有。玉农，玉农，你别走，玉农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？我只是一介孤女，你父母是不会同意的。我不在乎，我可以跟你私奔。可是我不能耽误你，你是总理的儿子，你有远大的前程，会遇见比我更好的女孩。不过你要记得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我会永远爱你。走。玉农，我也爱你。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任务完成，再也不见了，李大少爷。总理身边的线人已经铲除，按照约定，你该把玉佩的线索告诉我了吧？嗯，是时候了。玉农，你认识秦博阳吗？我当然认识啊，他是我父亲在去世之前给我指定的未婚夫。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线索，发现你家被灭门前后，秦家在暗中动作频频，这几年秦博阳倒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结婚了。结婚？结婚有什么好稀奇的？你一看便知道，
这个女人是谁？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他找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妻子，名叫宋玉儿。我确实有个双胞胎妹妹，不过在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。该不会是……你再仔细看看照片。那块玉佩。不错，就是玉佩。玉佩就在秦家，也就是说，秦家一定和你家的案子脱不了干系。明白。我假扮成宋玉儿，混进秦家，查清楚真相，拿回玉佩。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也是坏消息吧。宋玉儿一周前失踪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失踪？吴先生，该不会是你干的吧？那你可就冤枉了。等你进入秦家，自己去查吧。我当然会查清楚。对了，你知道秦博阳和秦克文是什么关系吗？两个人都姓秦，该不会是亲戚吧？是亲戚，论辈分，秦克文可是秦博阳的小叔。玉农，这次你不是他父亲的女人，而是冒充他的侄媳妇了。差点忘了告诉你，秦克文就要回国了。少帅，回国的船快起航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我会抓到你的。小骗子。秦博阳，若真是你杀了我父亲，夺走玉佩，我一定会让你血债心肠。我不能直接用宋玉儿的身份去秦家，得先试一试，这张脸能不能骗过秦博阳。少爷，您相信我，那绝对是一流的大美人，国色天香，风情万种。我要不带进来给您看看，哎呦，我这做梦醒来，都得给自己两巴掌。是吗？带来让我看看。是。
少爷，您看，店里多了这位人间绝色的舞女。哎呀，删吧。哎呦！听懂了吗？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吗？小人不知，还望少爷明示。因为这是我夫人。啊！少爷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少奶奶，坐。我问了玉儿，她说上次书房的事儿是个误会，她愿意向你道歉。香雪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推你的。我知道你有孕在身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唉，是我疏忽大意了。你不会记恨我的吧？我怎么会记恨姐姐呢？我就知道香雪妹妹，你不是这种小心眼的人。博阳。嗯，你先去忙吧，我和香雪还有几句话要聊，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，你们男人啊就别掺和了。好。你什么意思？一点小意思。啊、宋玉儿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我为什么不敢啊？我怀孕了，这可是少爷的孩子。怀孕？你宋江，你疯了？我以为几年前你打胎大出血的时候，医生就告诉过你，你生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买通医生，假装怀孕嫁入秦家，还想把流产的事情怪在我头上。陆香雪，你可真厉害啊！你都知道了？这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不是宋玉儿，你是谁？一个坏女人。如果你要是不想假怀孕的事情曝光，以后该怎么做？你知道的吧？我明白，我以后绝对听少奶奶的话。少奶奶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敢往西。那就先说说宋玉儿失踪的事吧。她确实离家出走。这可是少爷亲口说的。是吗？嗯。坐吧。妈。
妈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啊，妈，听说小叔今天回来，我接他去。快了，去接一下吧。嗯，好，走吧，接小叔去。啊，走。小叔，总算回来了。我父亲常常惦记着你，吩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可你这腿还是没治好。他是谁？哈，忘了介绍了。小叔，这是我妻子，宋玉儿。他长得很像一个人。谁？一个骗了我的女人。四年前我和她私奔的路上，她抛弃了我，毁了我这双腿。小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小叔，你腿脚不便，我去找根蜡烛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脱衣服。你可以叫得再大声一点，好让整个秦家上下都知道你在勾引我。明明是你非礼我。怎么非礼你？靠我这双残废站不起来的腿吗？我是你侄媳妇。你也可能是别人送我父亲的女人，一个害得我家破人亡的骗子。小叔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必跟我装糊涂，他的胸前有个玫瑰纹身，我一看便知。你怎么会知道送给你父亲的女人身上有纹身？自然是因为我们关系匪浅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做了这么龌龊的事情，说的还这么理直气壮。那你现在就第二次听说了。脱。难道真的要动手？玉儿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在。我呀，小叔他好吓人啊。他怎么了？来人呐，小叔吐血了。秦可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少帅，我去查过了，宋玉儿确有此人，是个富商的养女，恐怕只是两人长得相似而已。继续查，就是他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撕开他那张画皮脸。少帅，这次回国可不是为了一个女人，正事要紧啊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，无论是谁杀了我父亲，我都会让他血债血偿。属于我的一切，我都会夺回来。博阳，你去陪陪香雪嘛。你真让我去陪香雪啊？香雪妹妹现在在怀孕，你要多陪陪她才是。夫人以前可不是这么大度啊。从前你不是总说我喜欢吃醋吗？怎么现在改了还不好啊？夫人，这次离家出走看来学乖了不少嘛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得很。不如今晚我们……我这次出去听说了一句话。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我今天晚上不要做那个妻，就做那个偷不着。玉儿，玉儿，倒是越来越有风情了。宋玉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这块玉佩又在哪儿？请进。少奶奶，还好你没事。那天我看到你被人绑走，可是少爷和姨太太非说你是离家出走的，我都要担心死了。你仔细说说。少爷，少奶奶是被人绑走的。我怎么看着像是离家出走呢？就是，他离家出走可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每次都劳您到处找人，这种小把戏他也玩不腻。他不腻，我腻了。少爷，我恕不奉陪。早该如此了。可是奴婢亲眼所见。真的是亲眼所见啊！千真万确。少爷，你在质疑我？小鹤不敢，小鹤不敢。少奶奶，你的命真苦啊！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这个赏你，拿着。谢谢少奶奶。以后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女了。那少奶奶我先去忙了。欢迎光临。玉农。我找遍秦家上下也没有找到玉佩，说不定是藏在这里。
看来必须先从秦博阳身上弄到钥匙。小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又怎么在这儿？我亲自下厨给博阳做了几道菜。博阳人呢？他忙着呢，正好我饿了。你不介意我先尝尝吧？不介意。这菜的味道有几分熟悉？熟悉？简直像是一个叫做温玉农的女人亲手做的。那恭喜小叔，温玉农找到了。她是我们家50多岁的胖厨娘，这菜其实都是她做的，我只不过出了一张点菜的嘴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说是你自己做的？小叔你应该没结婚吧，难怪如此不解风情。那当然是因为我想让博阳感受到我对他的心意了。你好得很。多谢小叔夸奖，那麻烦小叔在博阳面前多美扬我几句。哟，都在呢。博阳，博阳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饭菜，可是没想到小叔在这里都被他给吃了。小叔，这都是玉儿给我准备的饭菜，您怎么能抢侄子的东西呢？怎么，如今我残废了，连秦家的一口饭都吃不上了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父亲要出征的时候，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您。别说一口饭了，您说东，我哪敢往西呀？我就知道，还是博阳最孝顺我。是，这都是应该的。玉儿，来。以后多给小叔做几顿。好，以后我一定跟博阳一起，好好孝顺小叔。玉儿的手艺是真的很不错，我很久没有吃得这么舒坦过了。玉农，在哪儿见过温玉农？玉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谁？温玉农是谁？你为什么这样叫我？玉农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是你的未婚夫啊。你在干嘛？我可是秦家的少奶奶。博阳，他这么污蔑你妻子，你做丈夫的是不是应该问清楚？您说的是。博阳，你得替我做主啊。告诉我，你在哪儿？什么时候见到过玉农？啊？一个月前，玉农和我说了分手，他说他永远爱我。玉农，玉农，玉农，我那么爱你，我为你放弃了所有，你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？你是个疯子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放开我！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？看来，这个叫做温玉农的女人，也欺骗了你的感情。他在哪儿？你知道他的下落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不关你的事。我可是你的妻子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只是我放在家里的一只花瓶罢了。认清你自己的位置，跟我来，我们好好聊聊温玉农的事。玉农，玉农，我是舒逸。秦博阳为什么要找你？他哪里是找我？他明明是在找温玉农，
他一定是厌倦我了。我迟早会抓到你的把柄的。少爷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那李书义好生送走了。继续找温玉农，记住，我要活的。是。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丈夫秦淮安出征在外，身体康健，无病无灾。站住！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，你没听见吗？你今天出去了，我去给伯阳送饭。送饭？你既然嫁进了我秦家，就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好好在家里侍奉公婆，养育子女。结果呢？你进门三年一无所出，而且还几次三番的离家出走。我早就该让伯阳休了你。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好好跪着吧，要是跪断了腿，兴许我能饶你这一回。他突然为难我，必然事出有因。是谁告了我的状？还有这恶婆婆，平日里一定没少折腾宋玉儿，我得让她消停点才好。坏女人，坏女人，敢骂我还敢打我，扎死你，扎死你，扎死你！我不仅要找老夫人告你的状，我还要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毁你的容！坏女人，坏女人，坏女人，扎死你，扎死你，扎死你！原来是你告的状啊！就你这宅斗的伎俩，还真是上不了台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上不了台面，所以姐姐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饶了我吧，疼，我好疼啊！小废物，那就让姐姐来教教你怎么宅斗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去告我的状了。啊，妈，你看那个宋玉儿，您上次让她罚跪，她竟然敢阳奉阴违，您这次可得好好罚罚她。宋玉儿，啊啊，妈妈妈，我去给您叫大夫，您忍忍啊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好疼！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看看。啊，没事，我学过正骨。啊啊，我更疼了。妈，您这个脚有点严重，我去帮您找医生吧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贱人。伤筋动骨100天，现在李薇薇是管不动他了。好果决的手段啊。要找秦伯阳拆穿他吗？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我看您就是对他旧情难忘。少帅，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秦淮安已经带兵出征，那枚军印一定被他随身携带。我们肯定是拿不到手了。不着急，他早晚会回来的。等他回来时，就会发现，从前听命于他的那些人早就换了新的主人了。
放炼在里面，你是要苦死我吗？妈，医生说了，您肝火比较旺盛，需要多吃点黄连降降火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妈，滚出去！小雪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妈，她现在身体不好。如果多骂你几句，责罚你几下，你千万要受着，不能顶嘴。如果你要是敢顶嘴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妈，我先走了。装模作样，贱人！你怎么在我屋？让你看了吗？那天我就想问你了，曾经冉冉升起的电影明星，如今做了默默无闻的姨太太，你真的甘心吗？连你也要来嘲笑我？我没有嘲笑你，我只是可怜你。你演过电影，当过明星，知道女人有一份事业是多么难得，为什么要放弃？我红不了一辈子，做女人的总该给自己找个好归宿，不是吗？归宿？假装怀孕，跟一个女人斗得死去活来，这就是你说的归宿？想想你的曾经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我当然不甘心，可我不甘心有什么用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宋玉儿的失踪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秦博阳他改变不了你的命运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你真正该依靠的人是谁？靠你吗？靠你自己。当然，我可以是你的帮手，同样你也可以是我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帮我一个小忙。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小叔关心这个做什么？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你为什么每一次都为难我？第一次见到我就让我脱衣服，现在又要看我随身带的东西，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不为难我？放过你，可以啊。你只要让我检查一下你胸口有没有那个纹身。流氓！
这才叫做耍流氓。东西呢？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，是你自己非要看的。真的是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出去！我说叫你出去，听不懂吗？别装了。温玉农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不是温玉农，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相信？你知道的。嗯，你就是想羞辱我。我可没有兴趣羞辱你，我现在只想杀了你。妥。好，我给你看。但是，如果要是身上没有你想看到的那个纹身，从今以后，你就要规规矩矩的把我当侄媳妇看待。好啊。这不可能。怎么样，你满意了吗？这不可能。现在你可以出去了吗？不要忘记你答应我的话。我怎么可能不留一手？做我们这行的，可不会在身上留下什么洗不掉的纹身。那不是玉儿的房间吗？玉儿，玉儿。玉儿，博阳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那个小叔，他太过分了。我刚刚从浴室出来，他就坐在我的房间里，还对我动手动脚的。你勾引他了吗？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你都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他非得说我像那个
失踪的温玉农。你说我跟那个温玉农长得就这么像吗？你和他差远了。你要是觉得他这么好，你娶他呀，娶我干嘛？又是小性子了是吧？哼！哎，博阳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你那个小叔他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我爸看他断了腿，一个人在国外可怜，这才把他接回来。在他腿好之前，是不可能把他送走的。你说他的腿真的断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是假装残疾？你倒是提醒我了。如今我爸正在前线，他成天外出访友，说不定是在到处收买人心。我倒是不能掉以轻心呢。博阳，嗯，你这个小叔啊，他脾气古怪，但我看他对我倒是有几分好奇。要不我帮你去试一试他，如果发现他没有残疾，那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赶出家了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夫人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，你该不会是有什么想法是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当然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呀。还是夫人深明大义呀，那就交给你了。什么事？少爷，出大事了，经理说保险柜被盗，玉佩丢了。什么？备车，我这就过去。不能再让秦可文影响我的任务了，我必须将他赶走。哎呀，少爷，地图没找到，玉佩还丢了，那我折腾这么久，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？啊！找，一定要给我找到！是，少爷。请留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向你道歉。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我不会对你无礼了。当真？当真。这就是一场误会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想问一件事情，
什么事？我跟那个温玉农长得真的这么像？我正好想问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跟那个温玉农长得真的这么像？除了这颗痣，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姐妹，只是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？或许吧。博阳总是对他念念不忘。他当初想娶的人该不会是温玉农吧？真是令人作呕。你说什么？喜欢一个人却娶了另外一个人，是不是侮辱了所有人，侮辱了爱情？你说的对。玉儿。没什么。柯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都没有变。少帅，既然他身上没有纹身，这身份来历又完全对得上，也许真的是我们搞错了。这些我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的心。日本人狼子野心，图谋中华，中日之间必有一战。听说少帅杀过日本人，很有本事，教教我好吗？你一个女孩子，打打杀杀的事情学他干嘛？反正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国难当头，保卫国家不只是男子该做的事情，女子亦然。你等着吧，等我身体恢复好了，练就一身本事，说不定以后就是我保护你了。你笑什么？不相信吗？我信。我当然信。你奋不顾身为我挡了一刀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已经是你保护我了。外面的天气真好。因为是春天了。你找我干嘛？我……你什么你？吞吞吐吐的，一点都不像你。我怀疑秦克文的腿并不是真的残疾，但我不方便动手，所以想请你帮我个忙。
好吧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小叔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家里的饭菜不合胃口啊？确实不怎么样。小叔是爷爷老来得子，家里但凡有什么好东西，都是第一个送到您面前。难怪这种家常菜，您看不上眼。山珍海味吃多了，家常菜也不错。谁踢我？谁踢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香雪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小何，去帮少爷准备一份新的送上去。是。嗯，香雪，你有孕在身，你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我得去吐一下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哦，我去看看小何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放开我！少奶奶长，少奶奶短，我看你弱了。我是少奶奶的人，秦家上下到底是谁说了算？少奶奶的事儿。博阳，少奶奶，怎么了？少奶奶，我没有勾引少爷。你这个胆小鬼，说你两句就哭哭啼啼的，料你也没这个胆子。下去吧。是。慢着。博阳，我看你都没怎么吃饭，特意上来看看你。你不高兴啊？怎么？要陪我吃饭？嗯。好，那我们开瓶好酒，等我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在这酒里，一点小情趣。少帅，这不是秦不阳和那个谁吗？这是做什么？情况不对，过去看看。少帅，
我们现在要低调行事，您贸然插手恐怕会引起秦牧阳的警惕。一时的隐忍是为了在必要时有所作为。那现在是必要的时候吗？是。拿下！你滚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把他嘴堵上！你要看我教训我侄子吗？我还是……你还是看看吧。作为你的叔叔，平时对你疏于管教，没想到你养成了如此变态的癖好。你父亲在战场管不着你，我不能置之不理。少帅，你刚才抽了几鞭？对了，好像忘记了两下。是不是再凑个整数呢？剩下的两边你自己来吧。博阳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既然你喜欢玩这种变态的游戏，作为夫人，我应该配合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学的。你愿意配合我吗？药效还没过，烧已经退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谢谢，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。看到你这张脸，我实在忍不下心。或许你是玉农的姐妹，我怎么能置之不理呢？你和他……我有多恨他，就有多爱他。现在想想，我们俩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他机关算尽的结果。他是卧底，为了任务来到了我的身边，而我却陷了进去。可他，我对他而言，只是个急于甩掉的麻烦吧。不是的，柯文，我对你……我本想和他一起私奔，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。为了治腿，我出国寻医，这一走就是四年，连我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。那你为什么不回来看他？因为回不来，或者是健康的我是回不来的，我大哥不会允许。
我公公他很关心你。的确，这个世界上最希望我死的人也是他。只有我死了，秦家这一切才能真正属于他。是因为他是领养的，而你是亲生的。不错，我父亲年轻时并无所出，所以领养了我大哥秦淮安。没想到40多岁有了我，他的处境一下变得很尴尬，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家，算是半入赘的寻了一门亲事，娶了李家大小姐李薇薇。所以你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？没有，我们有的只有生死大仇。生死大仇？你猜刺杀我父亲的凶手是谁？是他吗？我父亲刚一死，秦家的部队就落到他的手上，你说是不是他？要不是我残废了，不可能和他争了，他怎么会一副兄友弟恭的样子将我接回国呢？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会帮你的，假如没有那场车祸，秦家的一切本就属于你，归根到底这都是我欠你的。当然，这一切也包括我心爱的女人，我要抓住她，然后打断她的腿，好让这个骗得我家破人亡的小骗子再也没办法离开我。吓到你了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你开玩笑的？吓我一跳。我相信他一定很多身不由己，如果他可以跟我坦白一切，无论他什么样的身份，我都会原谅他。玉农，说出来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就原谅你。他这么对你，你竟然既往不咎？因为我爱他，我自己都觉得我爱他爱到可怕。这四年在异国他乡的生活，父亲惨死，家业旁落，就连我这双腿也残废了。在这一无所有中，我唯一最美好的回忆就是他。无数次我都会梦见他，我就想问他一句，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？他也许深爱着你，只不过他也有要做的事情。我知道，4年前他在任务与我之间选择了任务。那一次，是我第一次被抛弃。如今我不想再被第二次抛弃。如果他又抛弃了我，我会杀了他。
你小提琴拉的可真好。是吗？文玉农教的。你不也会吗？我怎么……他在试探我。这一定是秦博阳送给宋玉儿的，宋玉儿也会拉小提琴。我怎么能和你比呢？我琴艺生疏，实在上不了台面。我听下人说，你以前经常拉琴，这把琴还是从库房里面找出来的，借用了一下，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你尽管用。站着干嘛？请坐。你出汗了，我帮你擦一擦。啊，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。想听你拉琴。我就不献丑了。那正好，来，我指点指点你。他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少爷，您说的对，他身为秦家的少奶奶，竟然去应聘舞女，他可真是一点也没把您放在眼里呀。我看您早该给他点教训了。在家里不好下手。得想个办法把他骗出去。就业总会，你找几个人去把地下室的东西都搬过去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少奶奶救命啊。少奶奶。你快走，少爷要把你送到夜总会，对你动手。先把他带走。是。秦博阳，你干什么？不过一个丫头而已，要死要活，不都是我说了算吗？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小何是我的人。主人？这整个秦家都是我的，你跟我说主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。秦博阳，你疯了吗？宋玉儿，你和秦克文眉来眼去，真当我是瞎子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忤逆我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。那我呢？小叔，你得替我和小何做主。小叔，我只是在教训仆人。教训仆人需要用枪吗？仆人刁蛮狡诈，偷听我和下属谈论公事，就算一枪打死，那也是活该。你这么爱打枪，去和日本人拼命，在家里欺负妻子和仆人，算什么男人？疼吗？在家对妻子动粗，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吗？小叔啊，这是我的家事，您未免管得太宽了。你说的对，这是家事，那我作为你的叔叔，是不是应该代替你父亲好好教训你？江副官，给我拿下。是。
齐可文，你什么意思？在家开枪打伤仆人，又对妻子动粗，够请家法了。手下留情。手下留情。嫂子，你腿还没好利索，还是躺着吧。博阳这是犯了什么事儿？在家里开枪打伤了一个仆人。嫂子，按理说这件事我都不应该管，谁叫我是个外人呢？啊，不不不，你怎么是外人呢？这话要是让你大哥听到了，他非跟我急不可。这件事情博阳有错，您教训的是。既然如此，我便自作主张了，罚博阳去祠堂跪一天，抄家法100遍。这那再不济，我只能给兄长写信了。只是现在战况焦灼，我实在不想让兄长为此分心，万一他重罚博阳。你说的对，这点小事就不要打扰淮安了。博阳，去祠堂。妈，住口！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等你爹回来了，早晚会杀了的，永绝后患。哎，你呀，别给你爹添乱。为了一个女仆这么做，值得吗？小何对我忠心耿耿，我不能放着他不管。这就是你收买人心的套路。我只是不忍心。不忍心？我还以为你心硬得很。当初我被你骗得死心塌地，到后来呢？你丢下我不也毫不犹豫吗？你又想起温玉农了？想，一直都在想，我想死他了，一分一秒都不想再等。玉农，你可以多信任我一些。我很相信你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这是你的任务吧？你拿去交差。玉农，当年的事，我恨过你，但我更恨我自己。要是当初我足够强大的话，你会不会选择相信我，而不是选择你的任务？玉农，我知道你假扮宋玉儿一定是有任务在身，我可以帮你，我恳求你，不要再骗我了，不要抛下我，把一切都告诉我，好吗？我的亲人们皆为玉佩而死，可我却把玉佩弄丢了。即便我死了，我也无颜面对我的父亲。
吴先生，就算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算我求你，算我求你，你收留我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脏活累活我都可以做，我要为我的父亲报仇。小叔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宋玉儿，不是温玉奴。还有这块玉佩，这是伯阳的吧？你给他就好了。到现在你还不承认？你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？我不是温玉农，难道你忘了？好，你好，好得很。小叔，我对你的事情感到很遗憾，但是我不想做他的替身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宋玉儿，不是温玉农。我是宋玉儿，不是温玉农。到最后，你还是选择了你的任务，抛弃了我。第二次，江副官。您不是说要试探的，结果您又没忍住。我能忍耐，是因为我以为他会为我改变，没想到他根本不会。您还是放弃吧，这个女人没有心，等您夺回秦家大权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。可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温玉农，我不会放手，永远不会。那您打算？我要让他亲口承认，他就是温玉农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这肚子现在已经4个月，该想怀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过两天整个假的进去吧？要不你能想想什么办法让我假流产？这个好办，你之前找的是哪个大夫？一个用钱买通的大夫。
他怎么了？哎，没什么没什么。你让他过来，给你开几副可以假装流产的药，瞒过老夫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会配合你的。嗯。你和秦克文是怎么回事？不关你的事。哎，不关你的事。可是那个大夫和日本人之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宋小姐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，能否麻烦您将少帅送回房间？我找个仆人来吧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想聊什么？聊一聊关于温玉农的回忆。他是一个耐心的猎人，为我精心设计了陷阱。你知道从哪一刻开始，我对他死心塌地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从我遇刺那天，他毫不犹豫地推我，为我挡了一把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相信他是爱我的，至少那一刻是真的。人在生死关头考虑不了这么多，能够驱使他用生命保护我的，唯有他的真心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发誓我要好好爱他，此生只会爱他一个人，只与他长相厮守，共度此生。可我没想到他这么狠，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之后，就此远走高飞。你认为这一切真的没有痕迹了吗？纹身是假的，但爱是真的，在你的身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抹除的印记，一个刀疤。这是你可以为我去死的证明。你是疯了吗？我是疯了。我曾经有多爱你，我现在就有多恨你。是你把我逼疯的，你让我一无所有，我现在要回敬给你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毁掉你的任务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秦博阳真相。你身边在乎的人，我都给你统统毁掉。先从那个叫小何的丫头开始怎么样？你不要伤及无辜。至于这块玉佩，我还是毁了吧。你在乎的东西我统统都给你毁掉，我会让你一无所有，这就是你抛弃我的代价。你敢给我看你的伤疤吗？文玉龙，小叔你怕是糊涂了，满脑子胡思乱想。我是谁，我自己清楚得很，不需要向任何人，尤其是你这个外人，去证明什么。你就不怕我告诉秦博阳真相吗？你要是想这么做，你就去说吧。就怕到时候，我未必有事。而你假装残疾的事情一旦曝光，这个秦家你怕是待不下去了。
你威胁我？这怎么叫威胁呢？你我继续保持沉默，各取所需，这明明是合作。要是我不合作，那你想要的女人，你想夺回的军权，这一样也得不到。玉农，我不是玉农，我是宋玉儿。江副官回来了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少帅，前线的紧急战报，秦淮安大败，现在人心浮动，是个动手的好时机，我们要不要趁现在？嗯，再等等，还不是时候，你先去联系我父亲的几位老部下。果然拿走了玉佩。不对，纹路不对，这块玉佩是假的。这么短的时间，秦克文不可能造出一块真假难辨的玉。要不是我从小和这块玉佩打交道，或许就被蒙骗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秦博阳保险柜里的玉本就是假的。秦博阳为什么要伪造一块玉呢？不对不对，如果秦博阳伪造了玉，那天玉丢了他不可能那么慌张。真相只可能是有人为了骗过秦博阳调包了玉佩，那么这个人宋玉儿。夫人，你也别怨我，我收钱办事儿，今晚你非死不可。有什么遗言，你交代吧。是不是陆湘雪逼你这么做的？是与不是，你都要死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不想死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私房钱藏在别处，如果你把我放了，这些钱我都可以给你，事后我也一定不会出现在秦城。我听说你在秦家不受宠，能有多少私房钱？我早就想跟秦博阳离婚了，偷偷攒了一大笔钱。对，我还有一块玉佩，那块玉佩秦博阳可宝贝它了，一定很值钱。藏在哪里？说说吧。你把我放了，我就带你去。贱人，你别跑，给我回来！你站住，别跑！玉农，站住！别跑！给我回来！你干什么？少管闲事！求求我！你以为就这么算了？给我等着瞧！玉农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和我父亲断绝关系了，离家出走了。他现在就算是总理也管不了我了。玉农，我可以跟你结婚了。玉农，你怎么了？你的伤？这个总理家的傻儿子认错人了，可他来得正好，
我撞到头了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没关系，玉农，你可能只是暂时想不起来了。别害怕，有我在呢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就算你记不起来了，大不了我们可以重新再相爱一次。攀上了那总理家的傻儿子，看来我是用不着卖你了。我能有今天的好日子，真该谢谢那个把我从秦家绑走的歹徒。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遇见舒逸。他把我当作失忆了的温玉农，处处对我温柔体贴。秦家，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舒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遇见了那个歹徒，他跟我说了你的事。他说了什么？你根本不是温玉农，你是秦家少奶奶宋玉儿。我不是宋玉儿，我就是温玉农。你不是。你干嘛？玉农根本就没有这颗痣，她也不是你这样挥霍无度贪图享乐的女人。宋玉儿，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，我绝不会再原谅你。舒逸，舒逸，你现在就去找大夫，拿到假装流产的药。这假装孕妇真不是个省心的活，我老怕被拆穿。现在好了，这块石头终于要落地了。总之，谢谢你。去吧。少奶奶，您的汤好了。原来你就是温玉农，你成了宋玉儿，可为什么宋玉儿却做不了温玉农？还有那陆香许，陆香许，你在秦家百般刁难我。哼，结婚照。你别，你别，香许。这怎么了？博阳，我刚才只不过看他摔了你们的结婚照，想说他两句，他竟然推我，还指使人绑架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太监，那个陆香雪来找我帮忙，但对我们提出的策反秦博阳的事推三阻四，一点用场都派不上，您看。啊，我把他送到秦博阳身边，他这是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，那就给他点教训好了。是，明白，太君英明。记住，一定要拆穿陆香雪。这事巧了，我正要找他麻烦呢，你在秦家门口等着，等他被赶出秦家了，随你处置。找几个人把他带到河边巷老槐树后面那间破屋里。哎，都行，随你。好，告辞。大夫，我的乖孙怎么样了？夫人，事到如今我不想再欺骗您了，这几个月我一直良心不安，每日每夜睡不好觉，生怕这件事被拆穿。什么意思啊？都怪我，一时鬼迷心窍收了他的钱。其实这位姨太太根本没有怀孕。什么？你胡说！我没有。假的做不了真。妈，你别信他。你跟太太坦白吧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妈，都是假的，你别听他胡说。你个贱人，你竟然敢乱说话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妈。妈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别信，你别信，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，妈。
你是谁？你不可能是秦家少奶奶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活着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是谁让你揭穿陆香雪的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戴着面具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在河边下老槐树后的破房子里。带路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居然能钓出一条大鱼。说吧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假扮宋玉儿潜伏在秦博阳的身边？说吧。村长，说你是谁？没关系，你不说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。等一等。哦，柯文雄，你到这里做什么？秦克文，他怎么勾结日本人？跟你保个人。保人？难道是他吗？你想要兵不血刃拿下秦城，就必须干掉秦博阳父子。要干掉他们，你离不开我。你的条件我同意了，跟你要一份见面礼不过分。何文雄，这个女人是你什么人？你好像很在意她呀。我的女人。何文雄，这个女人是你什么人？你好像很在意她呀。我的女人。秦可文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可文兄，成交，请吧。一会儿找机会一起动手。没打中要害。
你的腿。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？那晚在夜总会，我们还在保险柜前交过手。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是吗？先处理你的伤口。我要的是温玉农，不是宋玉儿。如果你要做宋玉儿，滚，滚出去，做你的事情，别管我的死活。少帅，不行，您的伤口必须得处理。走。救我！谢谢你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之前都是我不好。谢谢你，温玉农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救了你一命，你该把宋玉儿失踪的真相告诉我了吧？那件事情真不是我做的。我只是收了钱帮他们，帮他们引开了守卫而已。我不知道。那你收了谁的钱？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她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装扮像个男人。吴先生，是你吗？谢谢你。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你现在有地方去吗？我可以给你安排钱和人，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救了我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你要是想知道日本人的情报的话，我可以。陆香雪，把你的头抬起来。从前你身不由己，做错过很多事情，对不起过很多人，
但都不是出自你的本意。现在你自由了，你的命不是任何人的，是你自己的，你好好活下去。陆香雪，你找人绑架我，差点害死我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原来是你，宋玉儿，温玉农。你知道我，我在秦家门口见过你，为什么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姐姐。姐姐？我自小就在街头流浪，后来被宋家送给秦博阳，在秦家遭人欺辱，差点死掉。你现在跟我说我有家人，我有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是我没有早点出现，早点找到你。那你就别来管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痛苦。所有人都爱你，秦博阳爱你，李书义也爱你。你认识李书义，他知道我不是你之后，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，我绝不会再原谅你了。书义，书义，他就不要我了。虽然我不爱书义，但是我很了解他。他是一个心很软的人，只要你诚恳地道歉，他会原谅你的。真的吗？相信我。玉佩果然在他身上。你告诉我陆香雪在哪，我就原谅你。陆香雪不是绑架人，这是一场误会。我才是你的亲姐妹，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？看好，谁都不准放出去。不能让宋月落到吴先生手里。月儿，你会游泳吗？啊！快跳下去，找你的李书义去，别掺和我的事，你会没命的。那是宋玉儿，你怎么将她放跑了？小心身份被揭穿。还不是因为您，吓我一跳，就大意了。玉佩到手了吗？反正他不知道真玉佩在宋玉儿手中，我可以用假玉试一试。玉佩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八年前的灭门案是秦博阳带人干的，但是下令的人
是他的父亲秦淮安，其目的就是为了你父亲的秘密宝库。畜生！你要报仇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你父亲的遗愿是将玉交给张将军。玉农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是我从秦博阳的保险柜里偷来的，上交就交给你了。吴先生，这些年我眼看着你越来越不择手段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别让我失望了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像这样聊天了？十年了吧？十三年。是吗？有这么久了？虽然我辈分高，但我们年纪相仿，与其说是叔侄，不如说是兄弟。我现在都经常想起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生活的日子。小叔，现在还不是回忆青春岁月的年纪。哦，说到这儿，我想和你聊聊温玉农。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和他有婚约。这手帕我的，你就是秦博阳。嗯。手帕还我。哎，还你可以，亲我一口。好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哼，这温家大小姐有意思。是吗？那你现在娶了宋玉儿，你这个婚约自然就不作数了。那要是把他找到再续前缘，那是不是美事一桩啊？你喜欢他？那是当然，谁又不喜欢他呢？您说是吧？你啊，从小就有个毛病，太贪心，什么东西都想放进自己的怀里。小时候我认为我给你的足够多，你就会满足，但是我发现我错了。小叔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有些东西不是你能觊觎的，否则会让你丢了性命。自从前线大败之后，人心浮动。我打听到消息，秦可文一直在暗中联络秦将军的老部下，积攒力量。少爷，我看这一定是他图谋不轨啊。这还用你说？他自诩是继承人，残废了带不了兵也不安生，也就是我父亲好心巴巴地把他接回国，要我说就该让他死在外面。少爷，你看我们要不要事不宜迟，动手。是。贱人，
玉儿，夫人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准备回房休息。是吗？我以为你要去找奸夫告密呢。奸夫？什么奸夫啊？终于要动手了吗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伤成这样？今天晚上的宴会就是一场鸿门宴，秦博阳要对你动手了，千万不能去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过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看你去死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救过我。这都不是理由。你告诉我，温玉农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你承认了。你终于承认了，你是温玉农，不是宋玉儿。对，我承认。小叔，车已经准备好了。等一等。好。你想让秦博阳消失吗？回答我，想还是不想？想。你要动手了吗？我已经动手了。你不能去。秦博阳准备了很多人，你身上还有伤。玉农，这是我的战争，我不能逃避。等我回来，
秦克文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根本就没有残废。如果我不残废，秦淮安敢让我回国吗？你敢对我下手吗？秦博阳，听着。这货的仇，我现在还给你。他怎么样？放心，少帅没事。可文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留给你了。宋玉儿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背叛我！宋玉儿不敢。但温玉农敢。你是温玉农？很惊喜吧？离家出走的是宋玉儿，回来的却是温玉农。玉佩物归原主，杀父之仇，灭门之恨，今日我一起报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你为什么回来之后我就又对你产生了兴趣，因为你不是宋玉儿，你是温玉农，独一无二的温玉农。可惜了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只有恨。他喜欢的人只有我，也只能是我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杀死你父亲吗？只能我来解决。一枪能解决的事情需要说这么多废话吗？等我一下。温玉农，你父亲当年的死全都是因为你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八年前你乖乖的嫁给我，你父亲就不会死。秦博阳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你吗？告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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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配知道。他不爱你，
真正爱你的人不会第一眼认不出你。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肯定你不是宋玉儿，你是温玉农，我爱的人。我怎么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你喊打喊杀的？谁让你转头假冒别人还假装不认识我？你吃醋了？我就是吃醋。你当初为什么要走？我身不由己，抱歉。你得补偿我。怎么补偿你？虽然我现在没有准备结婚戒指，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好，更适合跟你说真心话。我放下医院，你也不再逃避，在我面前你可以做你自己，我们不再纠结于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玉农，你嫁给我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文，我还有一个人要解决，秦淮安，他才是我们家灭门案幕后的黑手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那你可要好好谢谢我。这是你父亲的军印，难道秦淮安？我已经送他去地下，向您我的父亲忏悔了。八年了，这样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屋外有人，你要怎么谢我？你说呢？不是要演戏吗？小人亲耳听到
秦淮恩被秦克文所杀，文雨农和秦克文两人还好上了。我就知道。下去吧。是。放开我！你要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老实点！这样对我，李叔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可是总理的儿子。进去。吴先生，送雨儿带到。这玉佩是假的。这玉佩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这是我从秦博阳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。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我知道真玉在你手里。吴先生，你这么说话可是很伤同志之间的感情的。宋玉儿都跟我交代清楚了，她偷换了玉佩，而你又把玉拿走了。宋玉儿人在哪儿？只要你好好配合我，我自然会放了他。玉佩不在我这儿，我怎么可能随身带着？这我知道，玉在秦克文手里，而他一定愿意用玉换你。难道这就是文雨农文小姐吗？不错，想要兵不血刃拿下秦城就靠她了。你竟然投靠日本人。文小姐还有几分姿色，能被佐藤参谋看中是你的福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这是个机会。雨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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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何，将军，小何，你有看见夫人吗？没有，快去找找。好。将军，出事了，有人把这封信放在门口，说是让你带上玉佩去赎人。备车。是。将军，您明知道这是个陷阱，您一定要以身犯险吗？玉农在他们手里，我不敢赌，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。安排好了吗？哟，终于来了。东西我带来了，人呢？
放心吧，人就在这里。拿到玉佩，我就把人放了。看来你不懂交货的规矩啊，至少我得先看一眼人。看够了没？放心了吧，玉佩给我，把他放了，让他走过来，一手交人一手交货，照他说的做。继续往前走。别乱动。玉诺，赶紧走。我不是温玉农，我是宋玉儿。没想到吧，温玉农根本不在这儿。他人呢？你拿枪指着我，我怎么敢告诉你？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都出来吧。日本人，你小看我了。温玉农的身手可都是我教的。原来是你投靠了日本人。是又怎么样？秦克文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会儿就会有人把你的女人带过来，我要让她亲眼看着你死在眼前。快走！怎么样，抓了一个大人物回来。佐藤先生，咱们做个交易吧。什么交易？杀了吴先生，我就放你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吴先生，风水轮流转，轮到你了。玉农，一点都不顾念师生情分了吗？我想过要给你机会，可是在你投靠日本人的那一刻，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。动手。动手。人已经死了，放了我。我的人还没走呢。柯文，带玉儿先走。走吧。玉农，你赶紧走，我来殿后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争这些？你放心，我自有我的安排。
宝藏的位置就在这里。这是我们温家人数代积累的财富。依照我父亲的遗愿，今日我将他上交。啊，以前我听温老先生提过，日本人攻打了东北，那是他老家。他把所有家产都变卖了，想尽办法辗转从国外弄到这批军火，希望是用来抗日的。我会替他完成的。另外，你是情报工作者，我希望你尽快撤离秦城，日本人马上又攻打过来。我知道，但我不会走的。因为秦克文。为了他，也为了我父亲。老姜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这件事情我必须拜托你。您尽管吩咐。如今秦城局势危急，我要留下来守到最后一刻。只是玉农，还请你帮我将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擅自做这样的决定，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怎么来了？秦克文，你要留下来守城，就别想送我走。你必须离开。那我要是不走呢？你找人绑我走吗？可你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呀。克文，之前我身不由己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一次一次地将你抛下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抛下你了，不管秦城多么危险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让我留下来吧，好吗？好。你来的真不是少。如果有个万一，是娘对不起你。柯文早该回来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？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将军他怎么了？柯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江副官小题大做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玉农，大夫跟我说，你有两个月身孕了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。玉农，我要当爸爸了。玉农，你说他是儿子还是女儿？你会一直陪着我的。
对吗？玉农，玉农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要送我走？对，我先送你走。我不走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玉农，你还记得四年前就在这个房间，就在这儿，我父亲说要杀你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好和你一起走。那时我还是个少帅，秦家、秦城、80万百姓都是我父亲的责任。但今天我不敢这么想，也不能这么想了。可是我不能没有你。玉农，我必须留下来。我留守一日，就可能保护几万甚至几十万百姓。我想保护他们，也想保护你跟孩子。离开你，我也是。可这里不安全，为了孩子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玉农，等我好不好？我不会做等待的那一个，我想要的，我自己会去争取。可文，倾城会守住的，我向你保证。将军，中央的电话。来势汹汹啊。将军，秦城守不住的。既然中央允许我们撤退，我们
再等等。香雪，有件事情我不得不做。我记得你以前认识很多日本人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到山本大佐那里？山本大佐，嗯，攻打秦城的那个。是。你要做什么？这很危险。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我不能待在原地什么都不做。我得为秦可文，为秦城做点什么。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你放心。谢谢你。喝酒。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慢点喝。干杯。来。这个。我喂你。啊。玉农，我送了你一份大礼。山本大佐已经死了，消息很快就会传出。如果要反击的话，要抓住这个时机。是你做的，文玉农。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你还怀着我们的孩子。我没事，很安全。只是突然有点想你。我也是。你那儿能看到星星吗？看得到。虽然我不能陪在你身边，但是我们在同一片星空下一起奋战着。冬天已经过去，春天很快就来了。等到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见面的。你就是我那颗最闪耀的星星。